Hello，大家好，Sherry 今天带大家看一套特别漂亮的湖景房，大落地窗，超级有感觉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两面窗都是大落地窗，真的是超级漂亮。如果你选择住在多伦多 downtown 湖边，那我劝你一定要选择40楼以上，因为景色和感觉是真的不一样。这个户型呢，它是有两个房间和两个卫生间，一个车位，两个 locker， 楼下就是金融街，无论是上班还是 work from home， 都爽极了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就来找 Sherry 吧，欢迎 cooperate。